好，大家好，继续翻到嚟呢一只嘅 Pokemon 改版啦。咁依家咧就要打板木老大嘅道馆啦。而我身上嘅队伍咧，都个阵容咧都升咗少少 level 啦。咦？点解呢个？哦，冇问题。而家一直冇留意佢啲，原来冇显冇，即系冇揿落去嘅时候咧，佢就会喐下喐下佢啲颜色。OK。咁咧呢只火主就71 level 啦。咁基本上都非常之高，但系都系唔够超梦梦快，因为超梦梦。据我所知咧，速度应该系220度啦，啊，咁所以我系速度上一定输俾佢嘅，咁所以唯有靠嘅就系水主嘅耐久能力，睇下可唔可以打得赢嗰只嘅超梦梦啦，嗯，系啦，咁啊最好嘅就系先开三下阴谋先啦，系啦，其实呢度应该要食药噶啦，我觉得食药就一定轻松啲啊，但系都唔系，因为太过劲，你睇下，黐线嘅。系啦，根本第一隻可能要用唔系、啊，但系啊，真系好鬼复，好鬼麻烦嘅呢度真系有啲麻烦，在于咧佢啲怪咧，佢啲怪我冇嘢黑住，一系就用水珠，但系水珠出嚟又会俾佢打，咁所以出呢只咯，唯有喺右机啊度食药条友仔啊！诶，呢个时候换只水珠出嚟先，因为佢麻痹咗，咁我就开阴谋咯，可以。诶，可以开到下靓，哎哟，咁啊食个药先呢度，唉，冇办法啦，再食多支，好噃。打超暴梦唯有咁打啦，冇办法啦，太劲啦，诶，麻 miss 咗，哇，你睇下，佢中我一招就死咁滞，西斯海人要用地面技啦，因为佢系妖精系嚟噶。好，咁美鹿坦，美鹿坦我哋用水技都得嘅，水技啦。哇，仲有只大猪，搞掂你啦，大猪呢隻嘢我哋用水啊。唉，搞掂啦，终于好鬼难打洛克，好鬼难打，系超梦梦先 boss 嚟嘅，真系噩梦嚟。200几速度根本冇可能跑得快得过佢，点样先跑得快过佢啊？我只火主够晒高，好 MK 仔。我谂应该都唔会难打得过咩嘅，哇，喂唔系话，哎呀，黐线噶，唔好咁啦好嘛，顶又要重新打过，又唔记得咗 save 头先嗰个位，望下先，出美洛塔，咦佢又出美洛塔，哎呀吸池，真麻烦。即刻用地震，唔好谂啦！哇，顶变完嗰条友仔，个死仔包容变完，唔紧要，我睇下有冇机会反杀佢啦，唯有呢度又系靠食药啦，唔食药真系唔使自打得赢超梦梦。好，咁佢打40血，正常应该打唔死我啩？哎，好波，哎，爆击埋 ，very good 啊！哇，啲西斯海咁几靓，呢一食。啊顶，开错技，唉唔紧要啦，应该打赢嘅我谂我，冇咯水珠我谂我都打赢呢只火技，哇顶大镬谂铺，哇好大镬好大镬好大镬飞行技先，好跟住咧我哋就，好应该赢到啊。哎呀，试下唔食药睇下赢唔赢，不过应该挨唔住一下，系啦，系好烦，快啲食啦！头先嗰个位，虽然靠食药就实赢，美鹿坦佢用，我喺呢度用美鹿坦，咁我出只水珠出嚟啦，直接，费事我又出美鹿坦同佢对冚，吸池吸，是但一方一定要死，因为吸池咗走唔甩嘅话，变完就招啦，靓波。杀！哇顶条，搞错条唔回血，飞欧顶飞唔死，哎呀好难打就系呢场。美洛坦好，美洛坦系用水冲啦，佢居然唔回血头先，下一条啊真系搞到我，好水技。呢度唔使问啦，
地龙技搞掂啦 ，miss 咗一下就 GG 啦，玩完啦你，准备受死啦，麻木老大，水，罗克洛猪马，水，搞掂，而家啲超猛，即系超猛食嗰一招三阴谋嘅水技都唔死，但系头先嗰只奈克都死咗啦，我系 save 即刻就要，喂。一步一惊心，即刻就要 save 好弱智，头先用 fake out 咁都 kick 死咗，系咩一回事？究竟系？哦，哇！突然咁都俾打死，唔紧要，我仲有只水珠喺度，水珠待命，龙机阴谋啦，咁开，睇我两下阴谋先，两下阴谋，哇！月爆条，跟住用歌德，照用龙机啦，呢啲照用龙机啦，呢只一完全不堪一击嘅呢个家伙。太过渣啦！比对比起嗰只咁嘅超梦梦，超梦梦简直系噩梦嚟，我觉得都唔知点打。好，不过好彩啊，好彩我只水珠有翻咁上下实力，有翻咁上下大力同埋耐久。如果唔系嘅话，输硬啊。系啦，你哋如果有打咧，即系有玩呢个班咧，可唔可以话我咧？你系用咩过关？呢度咩事啊？一定有啲神实啊！哇，呢只咁啊，顶！黑暗利基啊！呢只戴亚卢卡啊，戴亚卢卡，你如果又打嘅话，可以分享一下你嘅阵容系如何？点样打得赢佢？系用嗰啲黑住佢啊，定系都系慢慢屈服、屈服，慢慢磨佢，即系用等级压制？诶，冇推石哦、啊，啊，系冇推石、啊。唔紧要啦，系一阵再行啦，我有推石呢个啊，推石我冇问佢攞咩？真系HM 零四就系推石啦。比吧，诶，嗰个火柱居然识喎推石，咁即系话其实佢系有 set 到。有 set 到呢一个招式机俾第八代御三家啦，但系佢就冇俾到。冇俾到嗰个游水俾水柱，冇可能学唔到啊，大佬！有边只水冲系学唔到噶？好想知道，有冇人知道边只水冲学唔到？除咗未进化嘅鲤鱼王之外啊，同埋丑丑鱼之外，做嗰啲水冲真系望落正常噶啦，系啦，即系好似鲤鱼王嗰啲，完全都弱势嘅，属于嗰啲就除咗嗰啲之外，仲有冇其他系唔识学游水？水系。我真系唔知道，若丁鱼嗰啲应该都唔识，若丁鱼应该都系属于呢一个弱势社群，系啦。不过唔系喎，应该学到啊，系咯，佢进化即系若丁鱼嗰个特性触发嘅时候，佢技能都唔会改噶嘛，所以我谂应该都系咩嘅，若丁鱼应该都学到游水，系啦。根据我嘅观察。OK， 咁啊即刻堆入去先啦，啲油石。好，呢个时候我哋装一装个学习装置俾阿米六坦先，因为由底上一辑嘅时候，大家都知啦，呢、這、一个嘅四天王咧，一开始就逼，喂唔系啊嘛，唔记得 save 喺边度啊？哎呀，真系我真系血都吐埋啊，大佬玩呢个 game。即系训练紧我嘅 EQ， 好。咁啊，因为上次嗰个冰龙啦，系啦，神兽冰龙，咁我就应该打唔系好打得赢嘅，所以美六坦我谂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克制住佢啦，所以而家系要升佢噶啦，差唔多51咧系绝对唔够，因为冰龙系80咧嘅，80咧冰龙系有啲高 level 啊。所以等级压制呢度就冇乜作用、啊、除非你升到90呢啦，但系升到90呢嘅话又唔系咁简单，都几困难下呢、這个 game 要升咁高呢，因为依家已经冇地方好升，顶尽都得60呢，而60呢就经验值唔多咯，因为佢要睇翻你嗰只系咩重啊，啊要睇翻你嗰只系进化定系普通形态。用错咗添，我要呢、這个。
一第三形态嘅时候咧，佢就会高经啲啊。譬如你咩鲤鱼王嗰啲咁，梗系低经啦。但系第三形态，譬如咩启暴龙嗰啲就高经啲啊。呢个位 save 先，直接俾水珠打都好嘅。其实老实讲，反正佢一嚟系威吓我，费事换啊，系。因为我谂呢一度水珠应该有用过草火珠嘅，我自己嘅谂法。哇，咁你都唔使死，冇搞错。哇，条友仔啊，用埋啲咩技啊你？魔羊，似只魔羊咁呢只。好，呢个继续用水技打啦。呢、這个用水地面水啊，系定地面，地面得唔得？地面都唔得，真麻烦。呢只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属性。呢只地咧，好在地，大家剑舞打死咗，搞错啊！呢只嘢用格斗打，啊唔系用雷打得，雷击咩啊？地面系啊，唔系话头先嗰只嘢，你唔系同我讲呢只？哇，乜鬼嘢事啊？啊顶系，佢地面系。唉，呢个老师傅再打过算，黐线劲难打喎、啊、呢、這个，头先嗰只完全估唔出系地面系，真系低能。麻痹噶，呢只啊 ，double tick 啊，咦唔系我系超能力，真系吃一惊又吃惊开始，龙技，开个阴谋先啦、啊、系，既然你玩回血咯、啊。咁我只好唯有开一开呢个阴谋，同你死个硬拼。飞欧先，直接用火警都打死，系啦。但系我都差唔多七七八八啦，我啲血量用得。呢只我哋开一招呢个先，之后再用水技打。呢只嘢系地面系，我哋只用水技打啦。真系睇唔出呢只系地面系，头先我水技。再呢、這个唔好用龙嘅，好搞掂 ，save， 每次都要 save 啊！哎，剑帝喎，好啊，顶、啊、推错咗，即刻白痴咗，好 ，OK， 搞掂啦，哎呢度行入去，哎打埋呢个先，打死佢。靓波，哇！好在爆我几技，如果唔系打唔死佢。乜鬼嚟噶？呢只就系火系，呢只应该草系啦，睇个样。咁但系我哋照重照转重先。佢用啲咩技啊？用个同名啊？包子？搞错啊！嗰招唔知咩技哦？顶怨恨消杀 P P 佢，真麻烦消 P P。咁我哋呢度唔打绝顶。哇！呢只火系嚟，冇记错，只用火技打。佢好似唔系，头先打得同佢，我唔记得呢只咩系啦。又系星座系列嘅宠嚟嘅呢只，真系冇乜印象添。哎呀，哇！雷公呢、這个系呢、這个要推嚿石过去。好，推推推。哇！咁啊 ，kick 死咗咯佢。顶系咪弱智啊，雷公？系咪玩嘢啊？咁我点推啊？佢系要打开呢嚿噶嘛？冇记错，杀咗先，杀咗先。哇！佢呢嚿系咪要推噶？究竟应该系啊？嗰个位点样？睇下先，佢呢个位系一定要喺雷公嗰个位转角噶。都有办法嘅，试下咯。推个嚿石过嚟先，推个嚿石过嚟先，跟住我哋再打雷公他。佢嗰个石会唔会消失？如果消失嘅话，我就真系唔识搞啦。系啦，咦？呢条穿得长，诶，呢条穿得长啊，咁 OK 噶。哇，唔俾走条友仔啊，矮得。哇，唔系，啱唔系啱？佢嗰个位都几白痴呢个位。即系如果你唔去试嘅话咧，你就会 kick 死咗喺呢度。好啦，呢个开咗啦。
跟住系咪行过去啊？系啦，行过呢度，顶回血先，牙咬地，好啊，食晒啲 PP 喎，系食晒啲 PP， 头先俾嗰只鬼系，好呢只咪火狐狸，哇几有型嘅狮子 ，mega punch 喎，要啦系嘛？啊唔系喎，顶佢啲技真系。啲技真系散收收到咧，我都唔知点样帮佢玩咧啲技。水七十八咧，跟住呢度系咪得噶？好似我冇记错，系嘛？我冇记错，定系喺嗰个窿度跳翻落去咧？诶、欸，得啦得啦得啦，呢度唔打住，因为。我要回血啦，搞掂，终于嚟到呢个四天王区啦，又系最辛苦嘅时刻啦。但系我相信我未必打得赢住嘅，真系，因为睇翻上一集咧，嗰只冰龙真系好恶打，我去打翻，打埋啲训练家先啦。呢只会唔会咩啊？应该打死我，唔会 kick 死我。好，冇事冇事。做啦好，即刻 save 先啦。哎呀，呢度 kick 死咗添，但系嗰度可以出翻去啊，唔得啦。大嘴蛙一嘢打爆咧，但系呢个位置跳落去好似唔得噶咯。我冇记得呢度跳落去，哦都得，咁打埋呢个去啦。鬼剑一嘢打爆嘅，即刻走先。龙虾水技啊！再开下音乐先，准备受死啊你！啲咩水虫，用龙技打爆你啦，墨鱼。呢只水系啦，用龙技打，啊唔系唔系，呢只应该系草系啊。我好似仲有嘢未打，不过唔紧要啦，系我哋上翻去啦。而家呢度得卅几咧，几低。我呢只系高啲，但系呢只要换重打。不过因为佢哋唔系最终形态咧，所以个经验值唔高啊。如果最终形态咁样七十咧，其实好高。你睇下五十九咧，出只行路草，行路草啲经我谂四百几左右啦。啊，呢只有啲呢只都可以打下，打爆你啦！闪光都系得二百几，不过唔系，因为瓜分咗经验值啊，同阿同只火猪同埋阿美六坦、美六梅塔、美六梅塔而家先五十五咧。咁就已经185公嘅力，都其实非常之高啦。不过最大嘅问题就系慢速，而且就系冇降技，最大问题。除此之外都冇咩问题啦，系啦。好，咁今日时间嚟呢度先，因为咧就未必够打，系啦，所以我要升一升咧先。下集翻嚟就挑战呢个四天王，去到呢个最终嘅决战，系咁先，拜拜。